和你做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是坐着坐，屁股的坐啊，屁股的坐啊，坐下去的坐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怎么描都是黑的，这怎么描都是黑的。就 sit down 的那个坐啊 ，sit down 的那个坐啊。我相信你也是这样。好了，最后再跟你说一，再和你说一声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。哎，月妹，我爱全书，请转达。再言情书，泡椒南瓜，千嫂全书，正好一桌麻将，这是哪叫情书的？啊，哒哒。生个花果山，因为不能在一起怎么办？啊，还有一个人的问题是，还有一个人的问题是远距离恋爱怎么破啊？在哪里啊？找不到了呀！啊，对于异地恋，太太怎么看？嗯，太太觉得。异地恋，当时圈叔跑到美国去来找我了。圈叔也是觉得异地恋会死的，嗯，太太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异地恋呢会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啊，特别是在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，因为两个人不在互相身边嘛，生气的时候也没有，竟然告诉你们，就不能用这些方式来想办法让大家让互相开心嘛。所以呢特别容易有分歧，特别容易不开心。然后呢到了新的环境，人需要认识更多的人的嘛，时间过掉啊，男生可能遇上更好的女生，或者说心仪的，或者说在身边的女生，在身边的总比不在身边的好，对不对？可能会遇到在身边的女生，女生可能会遇到在身边的男生啊，远距离恋爱不行啊，会死啊，就是这么愉快的回答你们了。有人跟我说千嫂你再不读我的我就割腕了啊，那既然已经隔了这么久，估计你已经割腕了啊。致天国的长情书，他说我一定要读，我想你但是我不说，因为我很酷。你想他但是你不说，因为你很怂，对不对？不能把怂当成酷啊，不能把怂当成酷。要不你们不要看勾，就这样吧，我找个大点的。我们游戏已经玩好了，我们游戏一般都是12点前都玩好的啊。又一个说到情书就是痛的啊！一二年初三暑假，哇，好小，天哪！初恋去厦门旅游，写了一封情书，慢递寄给我。去年10月份收到了，但是小区门卫说小区没有这个名字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收到，想就心疼。啊，真实的故事，哇，好惨，哈哈，好惨。还有次上高中给女朋友写了我这辈子觉得最美的情书，如下：我真希望和你一起漫步在大雪天，哪怕雪花满头也要牵手漫无目的的走着，不是觉得浪漫，只是想雪天穿越时光，感受我们一路从黑发走到白发的温馨。你到底有没有试过一个人的时候把手露在外面在大雪天里漫步？那是一件非常寒冷的事情，
有个人跟我说，他现在日本上班，已经有2年没有回去了。分手以后也遇到了很多女孩，但是觉得自己心里一直有她，所以一直都拒绝了。每次都一直在朋友圈留言交流。年初一的时候问候了之后，我们谈了很多。他说他不想回头。对不起啊，我说做不到。他说他还会找我聊天，让我把他他。他说他还会找我聊天的，让我把他删了。我说做不到。过2天，我问候他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他删除了，打电话也不接了，只给我一封邮件说我们断了吧。可是他这样越发忘不了他，真不知道要怎么做。没事，时间会消磨掉一切的，时间会消磨掉一切的。男孩子想开一点，想开一点。冒岛以后一起找机会去吗？那个，刚刚那个，献出他的珍藏6年小学2年级，和小伙伴结伴去玩。我们蹦啊跳的来到一片小草地，有一块残破的砖墙，挡住。我和小伙伴果断的绕过去，然后震惊的发现后面有4只可爱的小黄鸡，没错，就是小黄鸡啊，萌萌哒。小黄鸡周围还有几块从砖墙上掉下来的砖头。楼主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想，竟抄起砖头往小鸡身上啪啪啪，啪啪的搞死了。我觉得很多小孩就会去捏蚂蚁啊，有很多小孩现在会去虐猫啊什么的。我觉得，家庭教育这方面要说抓紧。你这个挖墙脚的，你和刘娜好去离婚。为什么要用夹子啊？因为他们说不要看勾，因为我这个衣服，就是我今天穿出去的衣服，它就莫名其妙就有勾了，所以大家不要看勾，我就用夹子夹起来。要这样，觉得还是要这样子夹比较好，夹在上面，看上端阳气上档次。写的是照片，就写在向左走，向右走上，看不清楚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读啊。哇，好多好多，天人有这么多。有一个水友跟我分享啊，我喜欢一个姑娘5年了，我为她做了很多。之前我去西藏旅游，把她的名字写在雪山脚下，然后跟她说了很多很多，她也只是你是耿耿于怀的开朗的逗比啊，不然也不会把这个事告诉我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想通一点，想通一点啊，想通一点。有人说我在英国读书，昨天得知外婆，当年爷爷过世的时候，我还没出国，在国内，但是那个时候家庭气氛也不是很，现在能做的也只是清明上个坟而已。后来我就出国了，然后很少清明上坟。